情噶，同埋咧佢好 friendly 啊 ，come。It's okay. It'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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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Okay. Okay. Fantastic, fantastic.我哋咧就嚟到南丫島依度啦，咁啊帶狗仔嚟玩之餘咧，我哋依啲人仔咧都要揾一啲嘢咧嚟令到自己咧娛樂同埋開心啲嘅，就係食依度咧出名嘅豆腐花，14蚊碗凍熱同價喎。咁熱天氣咧係要食碗凍嘅係咪啊？我買起啦。好滑好食。你其實上面見到流曬口水啦，你睇我啲口水喺我嘴邊啊！你睇 Winter 幾想飲，很熱啊！今天不能喝。可是這裡很像在泰國哎。對呀、啊，因為好似咧，我哋好耐冇坐過飛機到外面了嘛。對呀、啊，到了這邊以後就感覺不在香港了，已經。對呀、啊。嗯，好。仲有你嗌個野青。會。點啊，Lucas？你是第一次來嗎？Lucas 他我帶他來過一次 Lama Island， 但是這次過來爬山 hiking。什麼時候啊？其實就是好像今年的時候年初，他好開心，他比我還開心。係你中意出街定係佢中意出街？應該隨我的個性，因為我也是一個不喜歡宅在家裡邊的人。我在家我就很愛睡覺。然后他在家也是很爱跟我一起睡觉，然后我们俩一出门就会很兴奋，所以他是在家一直在睡觉，然后只要一出门就会很激动很激动，然后还激动会狂打喷嚏，真的？对，他刚才也有啊。对啊。咁佢第一次去街的时候几时咧？几多个月大咧？哇，小的时候很容易生病，所以我就不敢带他出门，然后他连洗澡都很容易感冒，对对对。然后近几年就是我出差的比较少，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。没有办法飞，所以我就花了很多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，基本上每天都带他出街，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跟我也亲了很多，就还挺开心的。你系弥补翻以前嘅事噶，是啊，哦，好开心啊！咁你 Lucas 呀，而且他11岁了，你看他长得那么 baby face，对啊，年纪不小了，所以我就不想留下遗憾，趁他现在还没有太老，还可以出去玩的时候，想要多带他出去爬山啊、出海啊，对对。阿 Winter 依个时候咧，因为他还是一个 baby 嘛，我都花很多时间陪他，因为我觉得我要教佢啊。他现在你就看到他走路的时候，就不停的左右的走，佢唔系同阿 Lucas 一样行直线嘅，所以咧要好多时间去教佢哋，因为咧细个唔教咧就教唔到噶啦。之后我知道，对对对，有一日系可以带狗仔去任何一个地方，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，你会想带佢去边度旅行？因为我也很喜欢滑雪，可是我不太能想象带它去滑雪，因为它的毛真的太白了，对，然后雪又那么白，如果它在雪堆里头，我会一下就找不到它。佢咪着个荧光黄色嘅衫都可以嘅，好有型咁啊，戴住副眼镜都可以啊。因为我喜欢在夏季去欧洲，带它去 beach club 那些，你看我很跟我一起喝酒，跟我一起 party 好不好？我发现系你好多地方想去咯，系啊。其实我觉得我想去哪里，他只要能跟我在一起，他就开心。去哪里他都 OK， 对不对？我都系咁谂噶，所以我咧就带埋佢一齐嚟拍呢个节目咯。其实佢可能好想留喺屋企噶，不过我想佢陪住我啊嘛，系咪啊 ，Winter？ 系啊 ，Winter。
咁提醒大家啦，如果大家咧帶埋你哋狗仔咧，就係、是、坐船嚟南丫島玩嘅時候咧，記得狗仔咧係一定要咧入落依個行家箱啦，或者咧揾一個袋去入俾佢哋。如果兩樣都冇嘅話咧，唔緊要嘅，可以幫佢哋戴翻個口罩，同埋咧主人同狗仔咧就只可以坐喺船嘅最低嗰層嗰度，知唔知道？下次見。